Hello， 各位，大家好，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今天来分享什么呢？就是有在看我那个鱼鱼直播的频道就知道了。我这个哦，那个侧挂式的过滤器，这个马达用在海水的话，三不五十的它就会卡住哦。啊，同学说这没海有高，那请我分享这个东西给同学哦，这个可以拿起来。啊，它就是这个里面哦，它的叶片。丝好丝坏也嘎掉啊，就是内底有漏垃圾类，然后这个怎么清呢？哦，我们大概简易的哈、哦、分享给同学来开始哦。这个哈、哦、可以直接这样夹起来哦，人是讲你夹起来，但是我用较标准的方法分享给恁同学哦。我内想讲这应该会当转，但是唔知要哪用嘛，以为是粘死的，结果我感谢主人的头家给我夹哦，好像。哎呦，夹一个，结果夹夹一个，我怎？哎，这这这，哦，它有一个这个哦缺口，转上去哦，这顺顺起来嘛。我这动作资料是错起来，来，然后这个怎么清呢？很简单，哦，把它放大，哇、哦，要是这海水比较臭臭的啦，非常的粗糙，哦，这个，哦，那就这样把它拉起来，你看来底下个海水。我原本是以为这个挂掉了，你们来啊，哦，啊，这个怎么清呢？最简单的，是用水洗啦。啊，但是我就想讲，为了拍摄，我们用这个哦比较简易的方法，比较干净的方式分享给同学。来，特写一下。啊，伊就是哦，边啊外圈是莫打，啊内底有一支那个轴心，啊它插进去会转，刚好就是树蝶珊瑚沙造的，或者是。固来也海盐的结疤哦，它就会变成马达会卡住，但事实上它是没有坏的哦。哦啊，这个内部就这样。以及来对哦，它是整颗哦，也是潜水式马达，都是防水的。哦，以及的顶黑的潜水式马达也原理是这样呢，啊伊无咧抽啊，就是直接在边转。你看，哦原来会卡住，我看了，你有看到珊瑚沙哦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啊，所以你在行的时阵哦，你在走的时候，它这个轴心在走的时候也丝好丝坏的，缩了，那现在袂动了。惊啊，掉上那块还烂嘞。然后怎么拿出来呢？等一下，我们是用水下去冲嘛。啊，但是咱先用这种方法，请你看哦。来，我们把它倒出来哦。正常现在提来洗啦，哦，洗到这个里面的。珊瑚沙完全都不见哦，你看，啊，不然袂清气。来，哦，很简单的，打开，哦，安尼，冲冲的无，它这个可以整颗弄到水没关系，全部的珊瑚沙，它就这样把它清干净了。正常你如果用那个风琴哦下去喷，是会越好了，较清气的，好。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哇，非常的干净，还阁是我一滴。来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一个屋呢？哎呦，白龙水是为了想拍摄哈、哦，就把它清得很干净就对了。那完全没有了，哦，没有了，好，装上吧。来，清洁好之后，我们来把它看一下啊、哦。这，哦，因无用到水啊，并无啥会当触碰，像那种光呢。哦，这个里面，我们把它清洗干净，这正常是免清啦，因为它潜水式马达为我你。这样下去水是跑进去，就是主要里面的那个珊瑚沙不要不见就好了。再看一下特写，那你就对哦，里面你要完全没有那个沙子哦，哦啊之后这个把它放进去，这来对镜球嘛，现在清洁，然、哦、后放进去之后，哦这样子来，我们要来运转了哦，好，五四三二，何胜呢？够好耍，这个手不要碰，不要洗哦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真好耍呢。
哇，你看完全没有声音啊，对不对？有赞无？真快乐哦！好，我们把它关掉。关掉之后，然后这个要装上去之前哦，很简单。哦，这个部位我们把它擦一下。这部其实嘛不要紧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不敢拆，就是它有这个 O 型环哦，唔捌看过伊构造哦，怕拆掉的时候进去会漏水。然后就有这个斜口哦，从这边哦，这是唔得出出哦，直接这样。那行啊那一关，哦，这样转去，哦，一叫一个牙嘛，牙在这边，哦，对准这边，转进去之后。这样就完成了哦。那有的同学是说哦，可以直接这样抽出来哦，它也是可以的。哎，你们大费周章一贴啊，但是抽出来再清会比较好清了。哦，好了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简易的分享给同学哦，各位亏了，所以就要动了，要不然它那个每一次那个里面有脏东西卡住会时好时坏。最后装上去试车，我们来补个镜头，来测试一下哦。打开，啊，这个刚开始的话，它加水进去，啊，这个水把它加满，而且我当作嗨，我先用这个了，哦，装上去啦。我头先想用海水，啊，靠去，靠去卡掉，结果是我之前也有树的珊瑚沙，有那个细沙进去的，想说奇怪那个。抽水马达应该不可能那么容易坏呀，对不对？哎，雷蛋哥给一组啊！我要看这边水慢慢上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这是在做我的动作的。这一组是觉得比较好用，比较小声啊，去组给他大声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很完美啦。两组呢？我先把这一组关掉。哦，来啊，一组先要关掉。这一组也是有的时候会卡住了，前面做些声几乎无声嘛，所以后来就是用这一组下去跑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可以调这个水的大小，水的大小哦，调小一点，大细声嘞。哦，一样，我把那个挡水板装上去。在这边，完成了。这组赶快整理一下得了，看了较赞。挡水板，再关小一点，水哦。啊，你看这个里面的鱼哦，啊，你水流才不会太大。然后这个把它盖上，安尼唔叫赞，非常的完美，有够细声的。啊，奇怪哦，这组唔知啦，伊都作高吧，很容易出现那个共鸣声，就很奇怪，非常的吵。好，这机收起来。哦，然后最后这个接缝处看会不会流出水分哦，没有的话不会漏水就完工了哦。然后这个。挡水板最后把它调整这个角度比较斜哦，让它这样水花不会直接冲到后面哦，啊，这样雨在跑的时候才不会那么累，全部的水就在这边慢慢渗透过去。谢谢收看。